后就鼻子整个大过敏，然后就是啊，又两个鼻子都塞住了。那我在晚上我在想，我明天可能没办法，因为真的有点体力透支。但是缺一个人，你都会觉得说哇，好像他们昨天又多了很多。那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就是不请假，好像也说不过去。哎，可是奇迹似的，隔天就好很多了。比起之间的那一股投入，会让我感觉到说大家对这个工作的热情。我好像说到身体有些对，有点受不了。但是那家爬山。他们我们这个实境秀实在时间上很少了，真的要跟他们相处的时间很少，所以我们大概都六点多就要起床，所以那天不晓得为什么鼻子就犯了，所以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感觉到，因为斯坦山上其实有一点那种寒气，我的鼻子整个大过敏，然后就是啊，又两个鼻子都塞住了，然后我就很希望说赶快过去，可是因为过程里面大家都很辛苦。后来我觉得比较感动的地方，是因为我身体不是很好。那我在晚上我在想，我明天可能没办法，因为真的有点体力透支。就我在想一个事情，说如果我没有去的话，他们怎么录影？但我不是说我很重要，但是缺一个人，你都会觉得说哇，好像他们昨天又多了很多。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，比方说像我们有一个礼拜是休假的，因为工作人员要休假，就林帅他也没回去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回去？他说我回去干嘛？我不如待在这个地方。那我才觉得说，他们对这件工作的那种认定的程度是这么样的投入。那我人还在那边，那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就是不请假，好像也说不过去。所以后来我就有跟导演讲，导演就说：“真的，如果说你不行的话，你再告诉我们，我们帮你安排轻松一点。”哎，可是奇迹似的，隔天就好很多了。对啊，因为买到药了。我觉得比起之间的那一股投入，会让我感觉到说，大家对这个工作的热情。一开始每一次都会有一点生疏感，对对。可是因为待够久了，全乡的小朋友就60几了而已，到中间我们就全部都认识了。每次小帅都说：“来来来，我出来看我细汉。”哈哈哈哈哈。结果细汉，结果细汉你了，叫大哥，大哥什么事情？收超多的，他在斯坦学里长是可以选上的，我跟你讲。可以，在那个地方的生活真的会有一点世外桃源的感觉。还听得到三腔叫。对啊，你听过三腔叫吗？在那边叫给他听，叫先给他听。这是比较含蓄的，哎，有一种比较粗俗的三。真的是这样吗？真的。